回珍珠，返回左灯，忘记了，退回到主选单啦、啊。好好好，哎、欸，如果说 GG 不会全部都，应该是说我们顶多就是要全部重置、欸欸。算了，哦、大家离开就可以了。好好那你好你去存档，你先存档，你先存档再进去。好，感谢，我不会念你 ID。感谢啊，米嘎，有了，存了。好，我们进去里面，进去里面，一个来，然后大家都还是都一起冲进去，还是都一起啊？对啊，我就是那位下一个，就大家都是无法进入，无法进入，我也是，我游戏，不然就是他进你，他进你存完了吗？那你关掉重开，存掉的就是我游戏直接崩溃，你游戏直接崩溃，哇塞，直接 crash 了，直接崩溃，我是只有说有错误，但是没有 crash， 我也没有。我是直接顺利的跳出来，没有事。多人游戏，那我只好来煮一下锅了。哎，煮锅，我们做一样的事情哦。来，是不是进大厅？那好了，大厅，继续，不要按错哦。你按错就要在飞机上，大家都没办法那个了。没事。应该吧，顺利的。不然就是下一次看到，我们每一次看到帐篷都先存啦、啊，我们都不要不存。嗯，这样对，以防万一。进来，我还在转，可以杰瑞在转圈圈，可以盖帐篷啊。帐篷是不是要很花材料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有个帐篷，对啊，有个帐篷要树叶。要花，然后那个猎人小屋也不一样、哦。那我上厕所一下。猎人小屋山洞不行，那个对嘛，要木头嘛，对。那就是树叶帐篷哦。来了，我们放个进广告一下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已经进了。我已经進了，我都忘了。我已经进了。在等你的时候就按下去。是的。来，我们进广告。那我们进处罚。哎呦，这个狗。踩到青蛙，踩到青蛙，之类的吧？怎么会？对啊，而且踩到应该是你会叫啊！哎呀，是飞机上掉下来那个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们启动，我刚好回来了。我刚刚聊到青蛙，你要参与吗？你要参与踩到青蛙吗？我们刚刚聊到香菜，你要？我不要。踩到香菜青蛙，香菜青蛙，好恶心哦！香菜的味道哦。踩到青蛙跟踩到香菜，选一个，太恶了。挑一个。那你要选择吃青蛙还是吃香菜？青蛙不就田鸡吗？不一样啊。对啊，是啦。是吧？一样吧？那可以啊。那蟾蜍，田鸡其实不，蟾蜍不要啦，蟾蜍有毒啊。蟾蜍也可以吃啊，蟾蜍可以吃啊，真的假的？啊、就是它皮要去好的，要消要处理好啊。跟河豚一样的，跟河童一样。等一下，好，一进来就开始卡了。没事。等一下，都好。等一下。没事，我没看到哈基 ID， 没事。没事，我也没看到。我都没看到大家的 ID，、我看到。又跟刚刚一模一样了，啊！又房主回应，又是房主回应。我们一个登出，我看哪一个。我们从大写 D 开头的先退，再换。大队长开始。从大队长先退，我先退。然后就顺了。我看到你还没退。做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就是进来而已啊。就是我进来就看到杰克在帐篷旁边了。对啊。我退了。你退了。好，换我。还在转。我看影院还人还在、欸，对啊。可是我已经到标题画面了。我也在标题了。哦，有。还在。好，在标题了。还在卡，还是卡着。是谁？哎呀，我们两个没事哦。谁？工作室冲到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，变顺了，变快了。刚谁退了？应该是变快一点而已吧。顺了，完全顺了，完全顺了。那这时候再进来嘞？这时候你们再一个个进来。影院再进来。影院你先吧。对啊，我先吗？嗯，等一下哦。锅子不会是什么中文的 ID 什么的吧？这个锅子不行吧？不行，这跟刚刚里面的锅子一样。好了吗？进来了吗？还在读取，我还在录中。啊，
啊，听说和、嗯、听说那个是有什么适合买咸酥鸡来配了，进来了，真的 FPS 变少了，该不会真的是人太多不是吧？应该是人、卡了卡了卡了，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本来就比较卡，然后人多就很容易、可能是，为什么啊？那之后，好，那一瞬一瞬的超卡。那我退出来换其他人进去。我们都要换家了。换繁星。来来，一出去就好了。那没有换繁星，换繁星进来看看。如果是繁星进的话，那就是人数了。对、然后如果繁星进来顺的话，那就会不会是那就不知道雨月捡了什么东西。对啊。你刚刚有捡东西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啊，我就走进来而已啊。那应该不是这个，那这我觉得人是问题，那应该就是人的问题。感觉应该是这里运算蛮热。我进来了，容易卡。有啊，真的是人数。好了，去回家了，不然出这个洞啊，应该出这个洞就好了。先出这个洞，先出这个洞啊。可是我们存档不是存在这里吗？出去对，先出去啊，出去再存。出去啊，再出去再存一个。有啊，我觉得出去应该好多了。他一直可以这样，阴影超低，很难摸吗？加油！木棍太多了，带不走。阿莫那那里，你这边炸药也在敲，但是照明弹不是炸药啊。哦，我们可以拿一把武士刀，对不对？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可以，你可以进来了。这种东西不会从是那个洞太卡。等一下哦，我调那个解析度，你先把它调低一点。嗯。哦、天哥那边好亮，保护我一下。我也要一起。好饿哦，保护我一下，我去擦药。今天在喂普普吃萝卜干的时候，他没有咬到我的手。那、no, 痛哦，那个又咬超大力的。对，我以前也有被咬过。他就很开心在咬那个，我想靠，要不会吧？他嘴巴怎么越咬越下去？对。然后就咬到一整个水水的。啊，这个游戏的某些地方。优化还是有待加强，做好很顺，超顺。我出来了。嗯，峭壁、欸。可是万一这个地方是要再往下走的，不就 GG 了吗？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？因为搞不好是刚刚那个地方。那我们先存。这边不能存，不能存。没有，我们先进去，我们分批进去，一个一个进去好了啦。他自己先进去跑图啊。对啊，他自己先进去。OK， 你进去了吗？真的，团团刚他自己进去的时候，团团开始瞬移。我一个我换，先换我，先换我。好，等一下，先跑啊，先跑啊，就是确定顺了再换。哈基嘞，顺了，还在前面。来下一位，下面一位，有，下面一位，会卡，真的进去会卡，好恐怖哦。好，顺了。好，来，下一位，好好玩。然后等一下那其他又进来的，不行，进来满了，出去，是游戏啊，我回来了，好，我可以了，等一下，好啊，你恭喜你，欢迎你来到这里，来下一位，好卡哦，进来超卡，对，进来真的很卡，嗯，进来，你们先弄哈，我擦药 ，OK 了，欢迎，下一位。但反应是进不来了，小雨有点卡。几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雨没有顺。好，那等一下。不，阿卡一转，不行，我看到那个分解动作了。哇哦，等一下，把打火机关掉试看看，打火机关掉试看看。好，打火机关掉。哈哈哈！关了，好暗哦。一样啊，还是一样，还是说。我们前面有什么东西吗？一两个人先往前看，说是不是？不是前面不是有路吗？还是你们要不要先往上走？对，先往上看一下。如果是往回走的，就不要走这了。小雨先出去，一个人先出去看一下。一个先出去，
我走，我离开。保五个人，顺便保五还行。没有，我在。啊，算了。好，我赶快上去看一下。为什么？说不定前面有东西卡着。电梯超窄，超窄。哪里有食物啊？我肚子好饿哦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这边要潜水吗？对啊，这边要这样子潜过去、欸，哎。对啊，潜水那我们就。饮料旁边有。啊，不行，这边要潜水，然后要往上走，没有，其实很快啦，那没有，嗨，很快吗？对、欸、这里团团我们之前住来过啊，就是我们上四千下的洞啊，我现在看是不是我们、啊、好像是哦，是的，这个我们上次也是这样看，绕过去，我刚才看一下，我这是回去的路是不是？嗯、对啊，回那个不用走这了，哎、欸，恭喜、啊、不会卡了，欸、那我们要怎么下天坑、啊？包你，可能我们。那边有漏掉吧？我们有漏掉其他路，旁边可以走下去哦。他们说什么有一边可以滑下去之类。真的假的？他们说那个中间有峭壁可以滑下去。中间有峭壁滑下去哦，哇！好，我们先出去。我们先出去。他不知道怎么滑，就是了怕 一摔就摔死了。真的，这个摔死东西要拿超级麻烦哎、欸。真的。应该拿不太到了吧？对啊，这下去就上不来了。这有勇气哦。这个要。真的要非常的小心。我们要不要这边弄一个帐篷？好啊好啊。他们有做一个，可是失败了。哇？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发现左边有那个收集木材、收集木棍、树叶跟木棍？哇，要木棍。嗯。对啊，我刚刚有盖出来，可是我们有啊，地上都是木棍啊。嗯。可是我做了，但是 bug 了。放在哪里啊？你有看到要树叶跟木棍的东西？有啊，但是我没看到那个设计图在哪。我没有看到这附近啊，我刚刚就附近盖了，结果它就没有出现啊。我这边再盖一个，你盖盖看，你盖盖看，我有很多木棍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可以？有了，存档，哎、欸，这边存，哇，好恐怖哦，这游戏太可怕了，盖啥要存、啊？要睡觉吗？不用睡啊，白天睡什么觉？睡白天啊，但白天怎么睡？然后不是可以睡啊，自己可以按。他是在洞窟里面，所以可以睡吧。对，可以睡。所以你睡了会饿死，跟你讲。嗯。冷却时间，真的睡下去，到时候晚上就不能睡了。嗯。所以我们要下去吗？要怎么下去？我现在找，哎，该不会是这里吧？我看一下，里面有一条。还是说杰瑞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有看到这里。那边吗？这一条。这一条下去的感觉。哦，对，可能是这里哦。谁要当勇者？我跳！我要下去了。我跟杰瑞都在准备。哎小，哎呦，应该是，要早点滑，慢慢滑，真的要慢慢滑，慢慢滑可以。我要早点，一定 OK， 在那个。你怕了？找不见。这里，这个就在玩麦块跑酷嘛，对不对？可以的。是这边吗？会死会哭哎、欸，好恐怖哦。这里吧。这个吧，这个可以站，这个可以站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危险了！往下滑、啊！我的妈！真的假的？下滑、啊！可以！贴墙壁！我刚刚是摔倒了。慢慢贴着墙壁走，慢慢贴。不行，这边没有路。有，没事啊！这边没路，这边没有。应该是杰瑞这边。好恐怖哦！好嗨啊！龟壳滑下去，滑得下去吗？不行吧。我们没带啊。摔伤啊！龟壳会摔伤，不行，会直接冲下去吧？这好高啊！这里吧。我觉得是这里耶。好像是影院那边中间。